流血了，看完这个难度是很高的，他们每天要训练，做这个训练是很不容易的。大家好，我叫瓦利德，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朝阳区消防救援员支队作家庄执行站。今天我来体验中国消防员的一天，你们跟着我来。他们要开始训练，我也顺便跟他们去热身一下。我体力跟不上他们，我就陪着他们跑了一圈，他们要继续跑好几圈，他们身体素质真的很好，很棒，我没办法跟上他们，所以呢我就休息一下。看来他们已经到那儿去了。那我就换了。是不是你换，我怎么换，我怎么换。那个先穿鞋，咱们的腰带是搭在裤子上的，是内腰带、啊、是吗？这样才对了，刚才穿错了。Let's go。这就是我们战斗员的这个，随身佩戴的。你看，就比如说后边它有相关的血型，就如果出现紧急情况的话，会把当事人这个摘下来之后，看他的血型是怎么。OK。对，因为就是要换另一个人，会写他的血型。好。一个臂章。还有这。这个科目叫什么？登高平台消防车。要体验这个登高平台，能升高40米，不知道会不会有那个高空。还有升高吗？还能，现在是。你看，我们已经超过了这条路。现在我们到多少？55米。今天还好，今天上面风速可以忽略不计的，12米每秒的时候就不允许操作了。可以处置一些火禽，通过外围对火禽进行一种压制。当它一出水的时候，它有一个后坐力，你这个平台会明显晃动，因为它要出水嘛。心理素质包括应变能力，对，都会有所要求。要有一个特殊的训练。对，就是需要专门的训练，只要操作咱们这个。包括去营救咱们高层，如果出现火灾，高层存在被困人员呀、或者有需要疏散的物资，就需要咱们去精准的去操作这样的器材。真实的情况下应该是比这个要难度要多了。真实的情况下，而且速度要比咱们这个快，你明白，咱们这个对对是比较慢的一个速度。要在处置事故的过程当中会比这个要快很多。就包括肢腿整体下来应该是一个7分25秒，咱们现在差不多不是又开始训练了。好的好的。现在就下来了啊，刚开始有点恐高，但是到了最后，我觉得心情平稳了。这就是咱们平时的一个，既是训练科目，也是一个考核科目啊。它是上4楼，咱们是一个。它有多少高？看到对，基本上就是咱们到达一个11米的高度。对，教我一下。咱们首先呢，就是先下口令之前，先有个准备的动作，因为你要有一个往上跃，往上跃之后抓，然后脚就同时用示范一下，比如说，就有个收腹，您收腹，收腹之后一拿，它就起来了。OK。对，你看看。Ready go！ 你慢点，慢点。我太难了，保护好啊。你慢点，慢点。啊，且他需要更多的体力干这个活的呀。流血了，看完这个难度是很高的，他们每天要训练，做这个训练是很不容易的。
这个太消耗能力，需要训练很多才能够掌握这个技巧。这衣服比橘黄色的这个要重得多，它是灭火用的，穿上这个真的是行动就已经不方便了，要消耗更多的体力才能够完成任务。这也就是我们消防员背的一个空气呼吸器。这个多重？12.5千克。一起就40多公斤。我们要拿的这套装备，比如说还得拿两个这个水袋，然后从1楼爬到10楼。哇哦！我们基本上1分30秒一个从一到十楼，对，1分30秒从1楼到10楼。哇！你发生火灾的时候，可能电梯就不允许使用了。可能只有消防电梯，可能有特殊情况下消防电梯也不能用的情况下，我们就只能说就徒步上楼。火情，这确实是这个处置的最佳时机，稍纵即逝。对，可能就那么黄金的那么一段时间，如果咱们这个前期如果爬楼太慢的话，会影响咱们整体的一个处置的效果。谢谢，咱放下了。有什么方法能最快的速度把它卷起来？也有，就是多练吧，多练是吧？对，先是给它卷的细一点，它就好卷一点。哦，准备，不错不错，加油，挺棒挺棒，可以可以。好了，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特勤站的这个扔遗室，我们要看他们这几年做的一些这个成就。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荣誉榜，近年来取得的一些比较好的成绩，包括我们参与到一些保卫的任务，包括有获得集体的2等功，咱们建党百年，获得的5四红旗团支部呀，这种各种奖项，咱们一个奖牌的展示区。退休了。对，走的我们做的一些登记，都是哪一年谁走的，从这里走的。等他们某一天回来的时候，看到这个说，我以前我在这里干过一段时间，这种，对，也是特别美好一段回忆。还就像我们当时领导也提到的，不忘初心，续壮志，砥砺前行，谱新篇，这是对我们这支队伍的一个整体的要求。我们也在全心全力向这个目标去前进。我第一次体验到中国消防员，体会到他们在工作中的付出，也感受到他们对这份工作的骄傲和坚持。我希望他们每一天每次平安的出任务，平安的回来。